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桂子里俊。大家看，在我的身后，有一个石头长得特别像一匹马呀。这是天然形成的，不是人工雕琢的。我们今天来到德江县群口镇的一个小村庄啊。是一位村干部告诉我们的，他说他们这里有一块石头长得特别像马，所以说我们就特别跑到这里来看了一下，真的特别像。Thank you.